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王老师，又见面了。今天这节课，我给大家讲一讲关于桑巴舞里面的技术。首先，我的天哪，跟我一起双脚并拢。那所有的舞蹈它都是互通的，五支舞它都是有相对的一个束缚感。什么叫束缚感？就是我们脚踝踩地之后，支撑起我们整个人的重心，胸椎到耳根，你整个人是不是生活状态，是舞蹈状态。 OK， 跟我一起三位手，我们先练习我们的左右的摆动。一二三，二二三。那么在桑巴里面我们会有很多滚动的动作。 OK， 膝盖，我们让我们的膝盖弯下来， and 踩转换往里，踩转换往里，它是有一个吸收的力量，吸收 yeah， 它会有很多腰腹的力量。看我侧面 and one and two and one and a two and one and a two and one and a two and， 它会有很多腰腹的力量而形成这样的滚动。那我们脚下的模式呢，每一次踩起我们的膝盖，我们要跟我们的骨盆去连接，而连接完之后保持我们的头部。 OK， 这是一个桑巴的一个基础的练习。 One and a two an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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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那么这样子你的身体能够得到非常适当的练习。你学会了吗？